慢着想，都太棒了。那碗凉挺不辣，这季节吃蘸酱菜真是太舒服了。蔬菜啊，真是到这个季节吃什么饭呢？来的，那干嘛呢？刚出锅。来点什么叶？那么一放。来点茄子，哎呀，还下不来着呢，哎呀，这是挺差的，没别的毛病。哎，你蒸一下，你再接着看看。来点小葱。嗯。那汉堡。中式汉堡。下去了，真的是。不吃不吃，吃了吧。这啥也得住，我不吃。这么香，这么好吃，又够了。你这是减肥都成快点食了。吃着没？买了。好不容易要吃，下定决心了，不吃了。还是没经住你的诱惑。吃饭更健康。来这么一口，哎呀，可以吃。我想再吃一个，你拿来来来，你拿下饭。嗯。再拿大点。不吃饭了，吃住饭了。从小来，小的，这个，先来个止住的吧。你太能吃酱了，你吃大碗酱。主要是太热，这个玩意儿得劲儿。你好，怎么吃的？好，吃完了，经常见，拜拜。